谢谢。嚯，嚯，那么多人啊！一层、二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啊，我天哪！最后面的朋友，你们好。嚯，那都是人，我天哪！真棒，你买那么远的票是真的没有钱吗？哎哎哎哎哎，这行了，别得罪人了，听我。好远啊，我感觉。确实不近啊。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。是。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心情特别开心。啊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嗯，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。就是这个馆。对，这个馆那么大。哎呦，他们说得有一万多人，一万八千人，一万多观众来听相声。对，你们疯了吗？你们这叫什么话呀？挺好的呀。对呀，相声是一门艺术，哎，能使人发笑。对，我们两个走上台，发现满坑满谷的观众坐满了，特别开心，特别激动。今天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相声专场。怎么呢？师徒父子。哎，对，师徒就是我跟我师父。哎，父子就是郭麒麟跟于谦。郭麒麟跟说明面上的不说暗地里那个 对对对对，就是那后台知道就得了啊。郭麒麟跟我师父那是师徒父子。哎，相声专场。对了，我们两个走上台应该先做一个介绍。您说，因为难免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哎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保不齐。我是一个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，客气。岳云鹏，对，不用鼓掌，没有关系，无所谓。没人，没有要掌声的意思。没人鼓，知道吗？没那个意思，没有那个意思。哎呀，一个小学生，岳云鹏。沉痛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。您等，什么叫沉痛的？是告别来了是怎么？不是，用词不当，就是。隆重地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。甭这么客气。孙越，孙老师。哎，是我。行行，还挺有人气儿啊。是。行，跟你比还行啊。那你自己说。哎，别。别那么大气性，知道吗？啊，别那么大气性，就是都是看你来的。怎么意思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是不知道什么。怎么了？捧哏的现在有名气了？您这话说的。行，观众跟你逗呢。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你好，我好吗？对不对？嗯。大家都是来听相声的。对了，为的是取个乐。哎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。是啊。那我来说吧。您怎么了？岁数不大，十八九岁，经常研究相声，把这个相声呢，哎，放在我的首位。哎，您多大岁数？十八九啊。十八九是不是得加起来呀？这人怎么不会说话呢？怎么？废话，您说实话，您多大岁数了？二十，我这样的岁数呢，说相声跟岁数没有关系，这没关系了呀。您多大岁数？说实话，怎么了？三十来岁。嗯，我这就你没有诚信，你这个人。不到四十，我们这还不行啊。差不多得了啊。马上就退休了，马上就退。哎，您是病退还得啊？一听说退休，怎么这么开心呢？这边你们是来听相声的吗？起哄来的。那起哄的，跟岁数没有关系，研究相声。哎，就爱呀。那我这24个小时来说吧。哦，我每天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，这是必须的。必须的。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，其他的时间是上网、游泳、逛街、聊天、喝茶。然后再有的时间呢，就是研究相声，把这个相声。您哪儿还有时间呢？
您这安排的太满了，没时间了。时间嘛，嗯，挤挤总会有的嘛，对不对？您这时间都挤一挤的、嗯、哎，挤一挤，哎、嗯、把时间挤出来。这什么姿势这？研究相声。嗯，大伙儿都知道我们相声啊，四门功课。哎，您说说学逗唱。没错，比较有难度的就是学。学，对了，学什么呀？学东西很多呀。您说，包罗万象啊，什么各省人说话，大小买卖吆喝，哎，小曲小调，小曲小调。孙老师啊，您老师啊，问您一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啊？您在这个台上啊，啊，听相声也半天了，问您一个问题。谁听相声？观众给我鼓掌那事儿你忘了是怎么了你？啊，不是捧哏，不就是离观。不是你们这个掌声有劲没劲啊？干嘛呢？这是现在谁带着谁玩，你得搞清楚，知道吗？就不爱刺激他，你知道吗？现在，现在是个腕儿，人家现在是。行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行，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同志啊。这个学小曲小调，嗯。您有所研究吗？看您说什么了。有这么一个小曲儿啊，啊，叫和尚叹，听过吗？小曲儿的名字嘛叫和尚叹。哎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你们挺厉害的吗？这不是词儿这么写的吗？不知道，没关系、啊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叫和尚叹？他怎么叫和尚叹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父亲啊，就是和尚。啊、我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干嘛呢？谁爸爸是和尚啊？你爸爸和尚？我爸爸是和尚，我打哪儿来的？啊，我打哪儿来的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不是，你说的，我不看你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吓我一跳！不废话，我在拼命的回忆。你别回忆了，你真行这玩意儿，吓我一跳！这人不是你说的什么意思？这叫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父亲不是正经的和尚，花和尚不合适。废话，是不合适。什么叫不是正经和尚？他小时候脑袋上梳了一个小辫。小，您等会儿。什么叫小辫？那是梳脑袋上的吗？这小辫儿，梳了一个小辫儿。哎，那叫什么和尚？什么和尚？送到庙里。哦，对，跳墙和尚。对了，跳墙和尚。哎、对对对，不光你父亲是跳墙和尚，怎么呢？您的仨大爷都是跳墙和尚。哦，这哥四个都是。给哥四个送到寺庙里头啊！寺庙里头有一位老和尚，老方丈，叫智障法师。哦，智障，这法师也太容易了，现在非常喜欢他们哥四个。是啊，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。什么名字呀？你大大爷叫发聪，二大爷发明，三大爷发广，我父亲发廊。发廊，哥四个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什么叫发廊啊？发什么？发廊，发廊。哎。庙里的生活是十分的清苦，对，每天就是扫扫地呀，哎呦，念念经啊。你瞧这和尚这模样，天天嫌他父亲是五脊六兽的，他的老词儿，天天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儿来。哦，和尚叹，就和尚叹，我给您学两句啊。啊，您唱着我们听听。你看我像不像你父亲？去，占便宜没够啊，二。小呀嘛小和尚，头光光，袈裟配身上，小木鱼儿敲个冰棒，念佛又呀嘛又烧香。忽然刮过一阵风，一股香味飘过墙。阿弥陀佛，是什么贼啦啦啦的香？您等会儿再带掌声啊。这个什么这么香啊？为什么那么香啊？它怎么那么香呢？对呀、啊、因为这个和尚庙啊，隔着一堵墙就是尼姑庵。对，就是打那边呢飘过来一股香味儿。您等会儿，您这都什么建筑群呢？这叫怎么了？这是和尚庙，
隔着一堵墙就是尼姑庵。对，那前面不盖个孤儿院吗？您这个思维方式与众不同。我得找着了下家了。巧合呀，您这太巧合了。巧合，隔着一堵墙飘过来一股香味儿。是，同时呢飘过来一个小曲儿。哦，什么小曲儿？尼姑叹。哎，你看这倒合配套，这玩意儿。为什么叫尼姑叹啊？为什么呀？怎么叫尼姑叹啊？怎么呢？因为他的母亲啊。您先等会儿吧。谁妈是尼姑啊？啊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话？这叫什么尼姑？你母亲不是正经的尼姑。是尼姑不正经，比和尚可厉害多了。你看那个样子，比和尚可厉害多了。不，废话，什么叫不是正经尼姑？跳墙尼姑。这庙没门是吗？怎么都得跳墙呢？这吧，跳墙尼姑。哦，不光你母亲是跳墙尼姑。怎么呢？您的仨姨都是跳墙尼姑。姐儿四个，你给姐儿四个送到寺庙里头。嗯，有一位老尼姑，老主持。哎，老尼姑叫智缺法师。哦，智障的师妹，这是啊。非常喜欢他们姐儿四个。哦，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。什么名字呀？你大姨，嗯，叫慧聪。二姨慧明。三姨慧广。我妈慧饼。慧饼啊，我妈烙一好饭脸。什么叫慧饼啊？慧敏。哎，慧敏。对，你妈周慧敏呢？你妈才周慧敏。那你怎么姓孙呢？你给我等会儿。废话，我没跟妈的姓儿。我也那你爸爸倪震。你等这么贫呢？不说那些了啊。寺庙里头生活是十分的清苦。哎，是每天就是扫扫地呀、哎呀，念念经啊。俩庙一样，天天闲着。他母亲是无极六寿啊。我妈哼哼唧唧哼出这么一个小曲来。是啊，尼姑叹。哦，唱起来也好听。您来来，我给您学学啊。你一定是会啊。尼姑坐在庙堂，四季花儿为谁开放，背地里埋怨我的亲娘，人家的儿女成双配对儿啊，可怜小奴懒梳妆，掐朵鲜花插头上啊，插也插不上。为什么插不上？怎么插不上啊？你妈是个秃亮亮。嗨，剃秃了像话？按说这俩人呢，啊，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到一起。那还隔了一堵墙呢，跟墙没关系。哦。但是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，墙倒了。按你这个思维方式，这个段子不用说下去了啊！废话。不是还有还有什么机会？更巧的事情，嗯，这年四月，俩庙联合啊，举办植树造林。呵，哎呀，真可以这俩庙。哎，植树造林，人秃山不秃嘛。啊，行了，就没有标语了，行了。可巧的是，嗯，你父亲跟你母亲分到了一个组。哦，俩人一组。你父亲刨坑。刨坑，嚯！你母亲扶树。这是种树吗？这两个人干的是热火朝天。对，这一天下来，哎，就你们说相声这个嘴啊，人这个用词不当啊。怎么了？什么叫干的热火朝天呢？干什么？说清楚了。植树啊！啊，你说植树。行，哎，两个人植树，嗯，植的是热火朝天。哎，这他妈笑什么？那是。有点心照不宣了，嗯。尤其头一排大姐笑的怎么，嗯，植个树啊是怎么着？还刨过坑呢啊！这一天下来，他父亲对他母亲产生了好感，喜欢上了。哦，这一次机会就够了吗？还有机会？当然了。什么机会啊？这年五月啊，俩庙联合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。这不闲的吗？这不真行。搭了一个大台子，还有台，
和尚方派的是您的父亲，哦，尼姑方派的是您的母亲。你看看，两个人手拉手走上台唱山歌，这就手拉手了。那，哎呀，我给您学学啊。这是我父亲啊。小尼姑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对花。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玫瑰花。玫瑰花，玫瑰花，你妈很开心。我妈没鼻子是怎么了？小尼姑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耳朵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耳朵。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耳朵上看，起名叫做牡丹花。牡丹花，你妈很开心。小尼姑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脑袋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脑袋上看，起名叫做大松花。哎，大松，松花蛋呢？你妈很开心。要开什么心呢？听不出来是怎么着？什么？松花蛋，大松花，嗯，讨厌，哎，缺德，哎呦，我们不跟你玩了，哎呦，我们走了，生气了，哼，哼，你瞧我妈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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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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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妈怎么都拉了话了？这，忘了告诉您了，嗯、啊，上台的时候一不小心崴了一下脚、啊，哎呀，都以为你母亲生气了，是啊，其实没有，哟，对你父亲产生了好感，俩人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。啊怎么样？两个人成功的私奔了、哎，下山了。哎呦，还俗了。你看也行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可以呀、啊。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四个月。不到四个月，他降生了。我降。哎哎哎！我的天哪！你等会儿，我四个月就降生了，那不是狗吗？那不是，猫三狗四、哎、知道吗？不许这么抬举自己。我谁抬举自己？我十个月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哎，简短截说吧。简短。等他长到二十岁的时候，我省略二十年，他也谈恋爱了。到岁数了，喜欢上隔壁杨家庄一个姑娘。杨家庄叫杨杂碎，叫杨杂碎。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。那是就是山起。什么叫杨杂碎？什么？杨阿翠。杨阿翠。对。你跟杨姑娘搞对象这个事情呢、啊、被你们隔壁二傻子看见了。二傻子。二傻子跟你们编了一个小曲儿。还编曲了。对，叫杨家庄。是啊。唱起来好听啊。是吗？我给您学学啊。哦，二傻子学的啊。嗯，现在不承认了。在城东有一个，那是杨家的庄啊，有一个老员外，他就本姓杨啊，一辈子无有儿，所生下一个女儿啊，这姑娘长得强，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，杨姑娘终朝每日盼想夫郎啊，这一日闲下来无事，站在门旁啊，走过来小孙月俊俏的郎啊，大眼珠子高鼻梁，闲来没事嚼冰糖，走上前来尊姑娘，这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，杨姑娘看看四外无有人行啊，低言巧语口尊相公啊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，要相逢在三更，来趟我家中不中啊，我丈夫不在家，咱们两个立根冷啊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有丈夫是吗？
不是，您别胡着，我爹妈，我爹妈不在家，咱们两个立根冷啊。您想啊，嗯，杨姑娘对您有意思，是是是，约您三更天去，三更能不去吗？得去，二更天就去了，还提前了。一开门，两个人热情的拥抱，哎呀，省略一万个字，嗯，用不了那么些字儿，没那么大体力啊，一万个字哈，省略三个字，那不就就。短了一点简短截说吧，是是是。第二天早晨，早杨姑娘送您的时候，哦，依依不舍，是恋恋不舍，怎么样，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儿来。什么小曲儿啊？送情郎。哦，唱起来，是是是，我给你学学啊。 送情郎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洞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南啊，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，小妹妹别唱，这都什么词儿啊，怎么王八驮石碑呢？他忘词了。是他忘了，是你忘了。我忘了。你忘了我就改王八了是吧？真行，这两个人也成功的结婚了。那还不成功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多好啊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四个月啊，他儿子降生了。这辈儿辈儿传呀，十个月也是十个月。哎，等到大年初一的时候，嗯，回娘家串门子，是要跟一般的家庭说两句就完了。对呀，他们家非得唱，好唱。他还喊他媳妇呢，我喊我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哎，出来吧，媳妇儿。好家伙，他媳妇儿在里边出来了，是来了。哎，出去出去出去，您等会儿吧，我妈这腿这边，啊，我媳妇这腿这边，这什么毛病啊？不是，你妈是这条腿啊，你媳妇是这条腿。对对，这叫无敌鸳鸯腿。哎，就俩人搀扶着走完一生呢，张嘴唱上了。是是
正月里也是理儿啊，正月里出三事儿啊，单位里放年假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。转回身那来叫了一声他呀，你过来我有点事儿啊，咱们两个人啊抱着孩子啊去串门儿啊，当天去那么当天回啊，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。哎呀，孙悦心中想啊，我算什么东西啊？嘿，什么词儿？我拿点什么东西？我拿点什么东西啊？槽子高大拔尖儿，马粪来一斤儿啊！我送你们家去，我一样来一斤儿，一个样的来一斤儿啊！转回身拿来，打开相思柜儿啊，取出来这个心上人啊，裤子本是塑料底儿啊，塑料的。毛料子，裤子本是毛料底儿啊，枪毙那天穿过一回儿啊，那是就穿一回，结婚，结婚那天穿过一回儿啊，到今天穿上它还是那么合身儿啊，哎呀，二人往前走啊，来到了自家门啊，七大姑八大姨啊，迎出了人一群儿啊，丈母娘接过孩子，亲了个嘴儿啊。呸！嚯！哎呦，这是亲吗？这个亲两个嘴儿啊！这个孩子啊，真有根儿啊！肥头大耳，双眼皮儿啊，不像他的舅爷，不像他的爷儿啊，真像这个他的爹。我王八羔子儿啊！别唱了。